她是一位温文尔雅、长发飘飘的重庆女孩，有着青春靓丽的外表，可骨子里又有着传统女性的思想。她和妈妈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只想在对的年龄遇到一个对的她。最好是跟我的男神钟汉良比较接近的就完美了。他是一位服装店的老板，从福建来重庆创业，外表阳光帅气，性格开朗活泼，来到节目中只想找一位心仪的重庆女孩。一个外形俊朗的福建大男孩，一个内向腼腆的重庆乖乖女，他们的相遇会不会像春天里的滋生的花儿一样，孕育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呢？节目中，女嘉宾为男嘉宾挑选衣服，男嘉宾又能否讨得女嘉宾芳心？亲友团的麻辣拷问环节，各种浪漫，各种精彩。敬请收看本期《凡人有喜》，福建帅哥来相亲。爱情靠争取，我也不放弃。大家好，这里是凡人有喜，我是冰甜。参加本节目的嘉宾呢，将会获得由朱志福珠宝提供的珠宝代金券一张。又是人间四月天，同时呢是非常适合男女嘉宾约会和见面的日子了。我们今天的女嘉宾啊，是一位干练的女性。好，有请我们的女嘉宾。啊，你好，哎，这位是阿姨是吗？妈妈哈，女嘉宾妈妈。那我知道哈，女嘉宾好像是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对吗？是的，因为之前从大学回来毕业以后呢，就忙于工作，所以这个问题就延后了。看得出来女嘉宾是活得挺自我的一个人啊，一定要自己先活得快活，以后再想到成家这件事情吗？是的，有一点这样的想法。啊，就说你平时的择偶观吧，你希望找到一个什么样的男士呢？我希望找一个成熟稳重、比较顾家的男性。那阿姨呢，对找女婿有没有什么要求？能够啊照顾我女儿，呵护我女儿的一生，我就这样，没有其他的要求。只要他对我的女儿好，我女儿我就放心了。因为我的女儿呢相当的乖巧懂事，她一直大学毕业回来忙于事业呀，我成天都追她呀，还有别人介绍啊，她又不去看哈。我那天呢，我都带你们，反正有我喜欢看你们那个节目哈。我一看到过后啊，我都想到我的女儿了，所以就给你们打了电话。我觉得妈妈还是会为女儿的终身大事着想嘛。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男嘉宾也是在楼上等候多时了啊。但是呢，我们现在呢要先去完成一个任务，然后这个任务呢，我一会儿再告诉你们好吗？我们先上去。好，那我们先走吧。在女嘉宾完成任务之前，我们先来看看本期男嘉宾的个人介绍吧。大家好，我是林志涛，我来自福州，今年28岁，我在重庆这边开了一家男装服装店。本期交友男嘉宾林志涛，28岁，未婚，职业自己经营服装店。本人的性格就是活泼开朗，然后乐于交友，然后朋友们都说阿涛我这个人很耿直，爱好就是平时偶尔打打篮球、跑跑步、看看电影。我的择偶要求就是，身高，女孩子身高在1米63，然后长头发，体重在50公斤左右，孝敬父母，让我可以感受到他就是说对家庭啊，对各个方面应该还是持家有道的，然后性格开朗一点的女生。我们在拍摄男嘉宾的个人采访的时候，店里的顾客一直都不断，想必男嘉宾在重庆的人缘也是非常好的。那么朋友眼中的男嘉宾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我们一起去听听吧。哎呀，我觉得好脸红，我受气。为人那些嘛，还有顾跟顾客那些，我觉得他为人那些还是多好的，对待员工啊，还有对他朋友那些嘛，非常耿直噻，比较耿直嘛，性格非常开朗，人也长得非常比较帅。希望你们节目跟他找个好点的，值得拥有。阿涛加油，我们支持你。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凡人有喜》，我是情感观察员安康。我们今天这位男嘉宾呢，是从福建来重庆打拼事业的一位潮男。
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什么？典型的福建男人的长相，配上了咱们重庆的或者说香港这种发型啊，特别的潮。但这种帅哥呢，他对女方啊，应该说在外形上会有自己的一番要求。我不知道今天这位女嘉宾在外形上是否符合他的要求呢？我们接着往下看。哎，我们今天的男嘉宾啊，可谓是一个潮男哦。你是哪的人啊？我是福建福州那边的。那你可以用你的家乡话给自己加一下油吗？我们比如说去重庆解放碑这样子玩，我就说这句话吧，好不？南阿考顿开改文笔考虑干啊，好吧好吧，其实我都听不懂。而且我觉得你很有勇气，一个男士很难把白裤子穿得好看，而且你还配了一双黑色的靴子。哎，你可以点评一下我吗？我也想变得潮一点，你觉得我怎样才能变潮哦？对于女生的评价的话，打扮穿着其实各有各的那种品味吧。今天呢，我们也是不为难你说女装了。那么一会儿呢，我会带女嘉宾进来，就是你们要找机会接触一下，从侧面就是了解一下女嘉宾是一个怎么样的性格的人，再互动一下。你看这样行不行？可以。我们安排女嘉宾到男嘉宾的服装店去挑选衣服，那么女嘉宾会不会察觉到这位高大帅气的店老板就是今天的男嘉宾呢？男嘉宾又会不会对女嘉宾有好感呢？双方会留下怎样的印象呢？我们不妨一起去看看接下来有何进展吧。那是这样的哈，今天我们的男嘉宾呢，他自己呢是对衣服啊还有整体造型他会特别讲究，然后他又希望你能够帮他挑选一套衣服，所以你看可以能够去帮挑选一下吗？可以尝试一下。那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去我们指定的一个店里边去帮他看一下挑一套，然后我们再把他带到咖啡厅里边去给他试穿。好的好的。好，那阿姨也和我们一起去吧。好，走吧。就是开始和你们联系好了，然后就是说我们今天女嘉宾就为她的男嘉宾挑选一下衣服。嗯，好。所以你就麻烦你们去给她指点一下，或者是你自己看一下吧。小V领的那种衬衣，小V领不会太，就是不会太正式，也不会太，就是平时也场合也能穿的。哦，就是说长袖衬衣可以吧？啊，可以可以。小外套的话可以，其实这款的话配个黑色裤子，然后配个西装啊什么小外套，其实很洋气的。平时配毛衣都可以。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觉得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女性化，不够阳刚。这的话其实还有一款，这款黑色衬衣其实也可以的。对。嗯。好。宽松宽松的话看过去没精神，因为现在的男孩子不是给你挑。我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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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对，这个款式挺好看的，比较简单，因为我就比较喜欢稍微简单大方一点的。我觉得太还可以，就是稍微有点深，那么外套就要搭稍微素色一点的东西。你看你觉得哪一套好一些？哦，你觉得看起年轻还是老还是稳重？我觉得他穿这个跟穿那个都还好，就他属于那种比较成熟的这种。女嘉宾给男嘉宾重新挑选了一套衣服，不过女嘉宾还完全不知情，这位就是今天的男嘉宾啊。感觉男嘉宾还是比较喜欢女嘉宾挑选的衣服的，而且从外形上看他们还是很搭的嘛。那么希望今天能牵手成功啊，接下来会有怎样的情感碰撞呢？要说他们的见面方式呢是比较特别的，女嘉宾给没有见过面的男嘉宾选一套衣服。其实女嘉宾选的衣服呢也挺好的，至少呢比较符合大众的审美。其实从这个细节呢我们可以看出女嘉宾的生活的品味，如果说男嘉宾觉得这个品味还不错的话，那么会给女嘉宾加分。我们做一种假设哈，如果他挑的衣服很土气的话，那么男嘉宾可能见都不想见。为什么呢？因为男嘉宾他本身是一位做服装的私营店主，是一位潮男，他在服装上会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我想这一关女嘉宾算是顺利通过了。
女嘉宾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帮男嘉宾挑选衣服，谁知道男嘉宾就在身边啊，不知道女嘉宾有没有察觉呢？爱情小贴士，说到服装搭配，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普及一下春天的约会装应该怎么穿。春暖花开的季节，想要让对方对自己有好感，女生可以穿优雅精致的蕾丝连衣裙，展现时髦的女人味，同时也会充满自信和美感。男生可以穿白色的西装，看起来有精神，也很休闲随意，也可以穿格子衬衫，显得随意轻松。总之，春天是一个适合约会的季节，所以单身男女们要学会精心打扮一番，来迎接属于彼此爱情的春季。经过男女嘉宾的互相配合，男嘉宾成功换装，还不错嘛，变得更加的阳光帅气了。在男女嘉宾还没有正式见面前，我们来看看女嘉宾的择偶要求是什么呢？嗨，大家好，我叫唐红梅，今年25岁。本期交友女嘉宾唐红梅，25岁，未婚，职业百货公司服装管理。现在从事的是百货行业。我的择偶要求是身高在1.75米左右，因为我的身高是165嘛，我觉得这样站大家站在一起的话可能会比较匹配一些。然后在外貌方面呢，我希望他就是稍微长得好看一点就可以了。就是我因为我有一点点小的外貌协会，然后我也希望我心仪的他呢是阳光帅气的，比较幽默的，然后也比较有内涵、成熟稳重的那个他，最好是跟我的男神钟汉良比较接近的就完美了。我的性格是比较外向的，也比较我的为人呢比较乐观，就是凡事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呢，我都会以很好的心态去对待，不会因为什么一些小事情或者是比较麻烦的事情就会急躁、会生气这种。我平时的爱好呢，就是喜欢逛逛街，偶尔出去旅游一下，然后和朋友一起看个电影。然后我是一个吃货，会经常和朋友一起去找一些小吃。也许它不一定是比较名贵的，但它一定是比较有特点的东西。就是我希望呢，就是能够找到一个能陪我一起去游山玩水，就是陪我一起去寻找一些、发现一些新奇的东西。他不一定要太富有，但是他一定就是要特别的懂得疼惜人，懂得关心人的这种。我们今天这位女嘉宾呢，可谓是乖乖女一枚。为什么这么来形容她呢？大学里头严格遵守爸爸妈妈的这个教诲，说不能谈恋爱，先学习。大学之后呢，就想马上找个人谈恋爱结婚啊。其实这种女孩子啊，在生活当中是比较常见的。在靓丽的外表之下，有一颗传统的心。那么这颗传统的心能不能满足咱们福建潮男的要求呢？还得看他们接下来怎么聊了。女嘉宾，现在呢我们已经把衣服给了男嘉宾了，他在试。那么你期不期待他出来的样子？期待。他已经到了吗？对，但是我已经给他了，默默的。对，然后如果他穿出来的效果比开始那个老板差，你会不会觉得很失望，或者拔腿就走？还好了，我比较淡定的。但你开始不是说你的外貌还是有要求的吗？对呀，但是毕竟来了嘛，肯定还是要尊重场合嘛。我不是那种就是其实外貌也不是唯一的条件了，可能还是需要深入的了解才能够确定。你觉得开始就是那个老板的话，他能够符合你的那个要求吗？那个老板的身高还可以。相貌呢？没太注意。就感觉上呢，你觉得还能够达标吗？在外形条件上，是与我无关的人，我可能不会特别去在意这个别人的外貌或者怎么样的。你希望他比老板好还是比老板差，还是个老板差不多就可以？当然希望比好的了。好吧，那我们就一起期待一下我们的男嘉宾出场。你现在紧不紧张？超级紧张。但是你开始看到他了的呀。但是开始看到他了，反而这样子更紧张一点。那我们就走过去。我相信你现在每走一步应该都很害怕。当他撞过的那一瞬间，是对你的印象会变好还是会变差？因为他现在审视你的话，是以一个男朋友的角度来审视你了。是啊，所以说压力有点大。OK，
好，现在我看一下，你还有五步就可以走到女嘉宾那儿了。但是你先停住，我来问一下我们女嘉宾，她的心情是怎样的。好的，现在呢，男嘉宾在你的身后还有五步，你现在的心情是怎样的？还比较期待。你紧张吗？不紧张，比较好奇男嘉宾长什么样子。而且他现在穿上你给他搭配的衣服，你觉得你的衣服会买大买小还是刚刚好？按照我理想当中的话，应该不会差太远吧。好的，现在呢，我是站在他们俩的中间哈。我发现他们俩今天都是黑色和白色情侣装，好配哦。那么我数三二一以后，我们的女嘉宾就可以转过身了。好，女嘉宾听我的口令，三二一，请转身。什么感想？现在很惊讶。为什么很惊讶？没有想到过是这位店老板。他的衣服呢？现在作为一个衣服还好。好的，现在给你们正式的介绍一下。然后因为我们的店老板他就是开服装店的啊，所以一开始呢我们就设计了这么一个环节，希望你们能够在不知晓对方的身份的前提下然后先见面。所以如果有什么让你觉得很震惊的地方，也请你多多担待。好的，这位就是我们今天的女嘉宾小林，然后这位是我们的男嘉宾。好，你们想握下手吧。好的，既然我发现两位都有点小害羞小尴尬哈，那我们就再聊一下天，互相了解一下好吧。好，我们就进去吧。我完全没有想到他会是今天的男嘉宾。第一眼看上去啊，一般不是属于那种一眼呢都是很有眼缘的那种。从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的话，我觉得大概情况的话还是可以，但是我觉得刚刚联想起刚刚在那个店铺里面挑选衣服的时候呢，觉得男嘉宾还是非常的，就是说在给顾客推荐那块，我觉得他应该还是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店主。然后性格啊方面啊，然后看他的选衣服方面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还是符合我的要求。我觉得还是可以了解一下嘛。我还是想进一步的了解一下女嘉宾的性格还有各方面的元素吧。男女嘉宾初次见面后对彼此的印象都还挺不错的，都表示想要再进一步了解对方。那么接下来男女嘉宾可能就有更深入的情感话题进行聊天，请大家不要走开，精彩不容错过。我那个姓名叫林志涛，我来自那个福建福州那边的，然后我在重庆这边就是说待了将近八年的时间，然后我姐夫也全部都在这里，因为家里人因为因素的话全部在重庆这边发展嘛，然后我现在也都在重庆这边，是这样子的。我叫唐红梅，然后我是重庆本地人，我现在是在重庆上班，然后我也是和家人住在一起。哦，在重庆哪里上班呢？我在重庆大渡口。大渡口那边，就是在沙坪坝那边过去一点，对吧？不是，杨家坪那边过去一点，才是大渡口。你是做什么行业啊？我是做百货招商这块的。百货招商啊，就是商场招商这一块。我现在差不多是这样的。然后平时的话，跟朋友出去打打篮球，然后见一下生意，小平时的话然后看一下电影。我是周末休息，我是做招商这块的嘛，然后平时会比较喜欢去逛逛街呀，然后和朋友一起看个电影，然后去出去旅游一下，就是出去旅游是我比较喜欢干的一件事情，哪怕
就是到一个比较小的地方去看看山看看水，我就会觉得心情比较的好。我还是喜欢说比如说出去一年去两次吗还是三次去外面走一走，然后就是说放松一下自己。男嘉宾自己工作之余就是打打篮球或者看看电影，生活方式还是比较健康的，而且他们都喜欢出去旅游，这样看来他们的爱好还是比较相同的。都说有了共同点就容易互相吸引，那么今天他们会不会交友成功呢？我们拭目以待吧。你是大学在重庆读的吗？我其实我读书学历很低，但是我从小就是说在外面做事情，其实我学历的话只有读到中专，然后后面我老爸还叫我去了国外新加坡那边去了两年上班，就是说做厨师这一块。然后我姐当时的话就是说在重庆这边就是开服装总代理，然后后面的话我去了新加坡，后来回来两年时间回来，我姐不是要开分店啊什么之类的，叫我出来帮她打理嘛。然后上了一年多两年，我自己学会了做生意操作的方法，然后呢我自己就投资了一间店铺，然后朋友啊什么还是很认可我这个能力的，所以说我做生意做到现在的话，从一开始重庆没有朋友，然后现在的话遍地其实重庆这边都是朋友，就是说男性朋友居多，因为我做这一行的话必须要跟男性朋友打交道。那你交过几个女朋友啊？女朋友的话当时的话交过两个吧，但就是说这边的话性格的话他比较要强，什么东西都依到他。第二个朋友是因为年龄比我大三岁，家里的因素就是说不允许，然后我跟他交往，然后来就顺其自然，后来我就跟他那个也分了吧。比如说我现在的话事业基础比较平稳嘛，然后所以说想说去交往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去年子在重庆这边也买了一套房子，就这样子，然后现在生活起居还是可以吧。反正好，接下来我们说一下男嘉宾为什么会到我们重庆来。有人会觉得男嘉宾是为了找一个重庆姑娘，找个重庆美女结婚组建一个家庭，所以他到重庆来了。但是在我看来并非如此，他和很多外地来咱们重庆的男人一样，他是希望在重庆能够扎下根来奋斗出自己的一番事业。也就是说在男嘉宾看来的话，事业一定会大于爱情。那么这个会不会成为他和女嘉宾交流的一个障碍呢？我们一起来往下看。就是你和你女朋友分手很久了吗？对，分手了可能四年了。四年你都没有交过女朋友吗？对，真的没有交过。以前有没有交往过吗？没有。哦，还没有吗？那你现在的话交往的话对男方这边的话有什么要求？可能这个事情我也看得比较淡定了，我觉得上天一定会安排一个合适的人给你。那你对那个物质上的话有什么需求？只要男方有一个就是稳定的工作，而且我还需要就对方要比较重视家庭，不要有太多的应酬。平时的话我就上班下班回去睡觉，偶尔就跟朋友吃一下饭喝一下酒聊天，这个还算正常啊。对，还算正常。我就是说平时的话准时12点钟必须到家。如果也交女朋友了以后，你会怎样安排时间来陪你的女朋友呢？你说不忙其实也忙，但是时间我可以自己掌握的嘛，是这样子的。就是可以你自己安排时间。对，待在店里面。对。之前呢我们就说到了女嘉宾呢是有一颗传统的心，她想找的是一个传统的男人，传统到什么程度呢？朝九晚五。但是我们今天这位男嘉宾是事业型的，不仅我们今天这位男嘉宾，所有事业型的男嘉宾都不太可能说会遵守朝九晚五像工人一样的生活方式。男嘉宾也说了，我尽量做到呢12点之前这个下班回家，但是他也只是说了尽量而已，真正落实到具体生活当中这一点是很难满足的。
对女嘉宾而言，你既要求一位事业男性啊去打拼去奋斗，你还得要求呢他能够以家庭生活为中心，还得遵守一个传统男人的一个规范。我想这点本身就是矛盾的。那你打算比如说计划自己在几年内结婚吗？啊，我计划的是这样的，我就是其实我也是安排现在这个年龄25、26岁，然后谈个恋爱，谈个2年多吧，然后在28岁左右这样结个婚，然后30岁左右再生个小孩，30岁之前生个小孩。如果你交了女朋友，你会怎样去规划你的未来呢？我交往的话，差不多也是1年多2年时间吧。然后我的话，结婚计划也是在30岁这样子结婚，然后小孩的话差不多在32、33这样子吧，先过个2、3年这样子，轻松一点的生活。我听说好像你们福建那边就是比较传统啊，就是想问一下，你理想当中的是生几个小孩比较好呢？生2个吧。会不会有那种重男轻女的概念？这个重男轻女对于我们老一辈子来说的话，我们那边确实重男轻女倾向很严重的。然后自从我待在重庆这边待了7、8年过后，我觉得生男生女说真的可能生女儿比男孩子还要好一些。我们重庆人就是比较自主的那种，然后就是可能不会去在意生儿生女，就是我觉得呢，儿女都一样。其实生活当中啊，安康也有几位福建的朋友，当然我说的这个话只对这几位福建朋友负责哈，不代表所有的。我这位几位福建朋友呢，其实他们也都比较喜欢男孩，可能是觉得男孩呢自己容易带，跟自己的这个兴趣可能更加相投一些。但是我想对于生男生女来讲呢，几千年的咱们这个文化，每个地方的区域文化呢也有所差异，没有必要太把它当回事儿。我觉得从遵守计划生育的角度，从优生优育的角度来讲呢，只要自己啊政策范围之内，而且呢有这个条件，多生一个呢还是可以的。谈论这个问题啊稍微早了一点，如果说两个人感情发展得好的话，一切都会顺其自然。父母之间跟男方的父母发生不愉快，那你会怎样去从中协调这个问题呢？协调的话，其实我爸妈这边的话，其实他也很尊重我的感受吧，他也不会说强迫我做什么东西，因为我现在也这么大了，我以我的思维，我的思想，到时候的话跟他好好说一下，应该是没问题的。爸妈也是在重庆的吗？我爸妈现在没在重庆，他平时的话一年要过来玩两三次吧，就是说待个2、3个月。在福建那边。在福建那边，他因为他那边的话。过来的话，他有时候的话就是说住在家里，人生地不熟，是这样子。有时候的话他都不熟，又没有左邻右舍啊什么之类的，又没能陪他聊天啊什么之类的。我想问一下男嘉宾，如果你以后和你的女朋友结婚了以后，你是要留在重庆定居呢，还是会回福建发展呢？因为现在的话，我本身事业在重庆，然后房子也买在重庆，我肯定是。事业在重庆的话，我能生这边的话，应该是要在重庆，没有太大变化的话，情况下的话，应该是留在重庆这边，是这样子的。就是也有可能会回到福建去发展，对吧？可能回到福建的发展的话，应该几率是0.几%吧。没有重大事故的话，说真的，还是在重庆这边。会百善孝为先嘛。会不会想到回福建去发展，然后照顾一下家里的老人？这个问题的话倒不会，因为本身的话我父母亲那边的话，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总不可能把我的事业丢了嘛。要想把一个福建男人留在重庆，唯一的法宝是什么呢？他得需要一个家，一个稳定的家。试想，假如我们在北京那边打拼10年20年，我们都还没有稳定下来，最后我们还是会落叶归根的。所以呢，我觉得留在重庆也好，回到福州也罢，这些都不是问题，关键是他的根在哪里，他的念想在哪里。如果说5年过后男嘉宾在重庆的事业失败了，我想他一定会回到福州。那如果说他的事业、他的家、他的感情、他的生活重心，一切的一切都在重庆的话，我想重庆就会成为他
新的家。阿姨开始也是看到男嘉宾了，觉得男嘉宾怎么样吗？还可以。十分打多少分呢？七分。七分还是及格了，还高一点点。哪三分不满意呢？那个是要他们自己去了解，我只能说打七分。这他看到我去上厕所，他都没那个礼貌，心里还有声凉凉嘛。阿姨或者说他说，不是我一会儿我上厕所，我看哪一边是男厕所女厕，他说都一样。他可能是有一些误会吧，有可能。因为他好像是福州福建那边的人，然后他可能不太听得懂重庆话。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对，还是要解释一下。好，那要不这样吧，阿姨，就是您自己去和男嘉宾了解一下，有什么想问的，你可以直接去问他。可以吗？可以。喂，男嘉宾，我想问一下，你们家是重庆的吗？我们家不是重庆的，我们家是福建福州的。你现在一个人在那边吗？没有，我现在的话家里人都在这边，就除了我爸妈，因为我姐我哥啊什么之类全部都在重庆这边发展。你现在是从事什么行业的？我从事服装行业的。是自己开的店吗？对对对，是自己开的一个店。你现在请就一个人在看那个店，就刚才这个店？对。你现在有自己的住房吗？有。是全款吗？按揭？按揭。你今天觉得我的女儿的从你的演员上来看，你觉得他怎么样？因为缘分这一方面的话，也要就是说长期的，就是说交往一下吧，对对对，就是说先交往一下，对对，然后也要看一下彼此两个人的性格啊。对对对对，你们今后有那个缘分呢，还是在重庆安家吗？回你们福建安家呀？因为本身的话，现在事业在重庆哈，然后以后就是说肯定要。全部都是待在重庆。他说我相当注重那一点，因为为什么呀？我不想我的女儿走得太远了。哎。我家还有一个弟弟，今年13岁了，上初一。哦。我们家是两个孩子。我们家也是两个。你建不建议他父母的工作呀？其实父母的工作的话，其实我也不会太介意吧，因为现在年轻人的话都要靠自己个人的发展嘛，也不要说去靠家里去看父母亲的工作啊什么之类这一块的嘛。对，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很好。其实有时候以前的话也并不是很好啊，但是我也是靠我自己个人，就是说慢慢才走到今天。你还是比较有上进心的。阿姨开始也是和男嘉宾聊天了，感觉怎么样呢？还可以嘛，比之前觉得还要是我给他打分的话，能够打个8分。就是聊完天以后还增加了一分，他是哪儿给你增加分的呢？我觉得他说话那些，他谈吐那些还比较可以，我觉得他比较踏实，还是个过日子的人。但是我知道他开始好像说到他有万分之一的可能会回福州，这一点你会介意吗？还要是如果是说他回福州定居的话，我肯定都不支持我的女儿。就是说你的意思还是说希望女儿就是留在你的身边，不希望她去福州，是这个意思吧？我有那种想法。好的，现在其实你妈妈也说得非常的明白了，就是说如果要去福州的话，你妈妈是不同意的，那你是怎么看待的呢？我个人呢也是比较喜欢重庆，所以说如果是留着去福州的话，我觉得就大家还是做朋友吧。不管其他地方的风景再好再发达，我觉得最喜欢的城市永远是重庆。重庆人民都很爱你。好的，那等一下你们在做决定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问题问一下男嘉宾，然后再做出你们的选择。男嘉宾开始和女嘉宾聊完天以后感觉怎么样？我感觉嘛，还是不适合吧。我们两个有两点原因吧。第一点的话就是说，看过去的话，样貌啊什么之类的，也不是我心目中所想要的那种。然后第二点嘛，就是说有万分之一的，就是说可能说我要回福州，然后他爸妈这边的话可能也会不同意，所以说我觉得也没必要吧。现在呢又到了我们的最终的决定环节了，那么我们的女嘉宾也是有一个问题要问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是确定100%会留在重庆发展呢，还是会有那么一点点可能性会回福州去发展？我也不敢说确定100%在重庆这边发展，可能也有
10%可能也会回到我们福州那边吧。我相信女嘉宾应该也听懂她的意思了。那现在我们把决定权留给你，你来做决定吧。觉得可以尝试的了解一下，但是就是看大家究竟有没有缘分呢。我不是属于那种会做全职太太的那种，会休息然后就不工作。我是一个比较独立的女性，就是哪怕老公再有钱，然后你再大的老板，我都会有一份自己的工作，就算工资再低我都不会放弃我的工作。开始女嘉宾的意思你应该也知道了，那么你是回福州以后就长期在那儿吗？在老家那边定居的吧。我觉得如果是在那边长期定居的话，我觉得可能大家就没有缘分了，我觉得我们就只适合做朋友吧。好的，其实我觉得今天男女嘉宾都还是挺优秀的，并且呢可能要择一座城选择终老的同时，也需要寻找一个爱的人。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对我们的男嘉宾或者是女嘉宾感兴趣的话，一定要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呢，我们也感谢周至福珠宝为我们提供的珠宝代金券一张，送给我们的女嘉宾，还有送给我们男嘉宾。好，谢谢你们。其实年轻的时候我们都会在择偶这条道路上兜兜转转，反反复复，有时候会遇见，有时候会错过。就像今天的男女嘉宾，其实我们都觉得他们挺般配的，不过大家都还是挑剔对方，又错过了。刘若英有一首歌叫《后来》，里面有句歌词挺好的，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或许当有一天我们真正学会去爱的时候，那个人已经不在了。也许有点悲观，不过在身边的爱情我们一定要珍惜，希望大家都不要错过那个原本可以相爱的人。到了最后关键的时候，男女嘉宾选择做朋友，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做朋友呢？我就干脆把这事儿给说穿吧。其实女嘉宾对男方有所担心，第一是会不会留在重庆，第二关于生孩子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他关心的核心问题，他不太满意。那么作为男嘉宾来讲，其实他为什么有选择女嘉宾呢？刚才我们说了，他是位潮男，潮男对自己另一半的要求是很高的，尤其在外形上头。虽然说女嘉宾也是典型的重庆美女，但是呢不够潮，比较传统，那么这一点可能是男嘉宾比较顾忌的。虽然做了朋友，但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还是要祝他们各自好运吧。好，感谢收看我们今天的凡人有喜，接下来是精彩的征婚秀。情靠争取，外放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凡人有喜征婚秀，我是小红娘林欢。有很多观众打电话来说不知道如何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方法非常简单，您只需要身边有一部电话，然后动动您的手指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61-5868成为会员，来到我们的镜头前说出您的情感诉求，就有可能在2015年结束您的单身生活。好了，话不多说，赶紧看一下今天的第一位嘉宾。大家好，我叫赵子兰，今年27，身高1.7米。我目前住在大学城，在名创塑料上班，主要负责机器的调试和维修，月收入在6000左右。我的兴趣爱好还是比较丰富的，我平时周末比较喜欢和朋友出去旅游哈啦，钓哈鱼啊，偶尔在屋里看哈书啊，养哈花呀。我的性格啊，既开放也有点内向。开放的时候呢，是和熟悉的朋友啊在一起的时候，内向的时候呢，是不熟悉的人，反而都有点拘谨了。我有两段感情经历，第一个女朋友是工作上认识的，她比较勤奋嘛，而且对我的帮助也很大。后来因为是我去了外地，我们都是异地恋过后就分手了。第二个女朋友啊，也是在工作上认识的，她也是比较勤奋。但是我们分手理由啊有点奇葩，就是因为我对他太好了，他有点不食言，所以说我们就分开了。我今天来到凡人游戏啊，主要是想找个1.5米以上的，年龄在27岁左右的都行，主要是性格好，会持家的，工作只要不是夜场和娱乐场所的就行了，收入也没要求的。我对他住房条件都没要求的，他结没结婚都无所谓，只要没小孩都行了。他抽不抽烟啊，
喝不喝酒都无所谓，只要不懒惰。所以电视机前的嘉宾呢，对我也有益啊，请与栏目组联系。大家好，很高兴来参加《凡人游戏》这个节目，我叫王毛，我身高是1.64米，84年出生，我的现在的职业是做一名汽车销售顾问。性格方面的话，还是比较温柔嘛，我觉得自我评价呢还是比较温柔，最起码肯定是不会打人的。我的要求是，我希望他是一个比较有色心的一个人，因为我的身高是1.64米，我还是希望他能在1.7米或者以上，然后最好也在主城。我所忌讳的都是，不希望我的另一位有他自己的一个小孩。我可以和父母和一起同住，但是我还是非常喜欢和父母一起住的，因为父母住还是很好的。作为我的话，我现在是在做一个汽车销售顾问一个职业，唯一都是我的工作啊，可能不像正常那些人可以耍双休。如果有幸和我心目中的男嘉宾一起牵手成功的话，对于工作方面的话，我是可以调整的。大家好，我叫胡世龙。出生1980年，我有20岁，今年35，我也满35岁，现在在南平一家餐馆当厨师，在南平四小区，月薪5000。因为我性格很外向，对人来说比较耿直，诚实。我跟人来说很直，语气有点快，说很直，但是对人来说，对朋友都是平易近人哈。我平时喜欢下班拿着学。都回去下到那边的时候，看点电视节目那些，看点报纸一下。现在今天我是2011年五月份离异，那时候离异都是哪个女娃儿呢？他都说有娃儿呢，没有抚养费的，那我妈婚姻结呢，那女娃儿那时候有抚养费，结果我们在耍一段时间呢。我觉得他总在哄我，我都会都觉得感觉那种好像不是我很适合的人呢。我想找个除了最好是做最好是做餐饮的哈，能够在1.6米左右嘛。要求是呢那个年龄在25到35之间嘛，性格外向，因为我啷个说呀？因为我是做餐饮行业的。你要能找点子出来，找个女娃儿稍微能干点的话，我才配得起。那种对方的有小孩来的可以，找两个人的，工作能够打拼，能够创业。喜欢浪姐就那种女娃儿的，喜欢吃烟啦、打牌呀那些。大家好，我叫魏勇。我来自重庆云昌，今年27岁，我是自由职业，在沙坪坝大小城工作，收入大概是3000到6000之间。就怎么样也飞不高，我在主城区没得住房，老家有住房，有那个打算在家里建个房子，重新建一下。我飞上了今天才发现自己，我有个妹妹结婚了，父母现在住在老家。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兴趣爱好一般是逛街噻，有时候闷的时候就是说去旅游一下。我平时在家里看点电视，有空的时候弄点饭，厨艺还是可以的。我的性格很随和，一般跟朋友在里耍得开，很少发脾气。我是一只小鸟。以前为了工作的原因，结识异性朋友很少，就是没谈过恋爱。现在那么说谈恋爱，没得好大的还经验的。我今天来到凡人系，想找一个1.5米以上的女性朋友，年龄22到25之间。
我对他的工作没啥要求的，两个人嘛都是共同奋斗创造出来的嘛，他的住房都没啥要求，两个人合适都是住在一起的吧，不是分开住的，结不结婚都没得关系，就是说没得小孩就可以，性格随和一点的女孩嘛好一点嘛，不喜欢抽烟喝酒的女孩，打牌小赌可以不能大赌，对我有异议的女嘉宾跟凡人游戏节目联系。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那如果你有感兴趣的嘉宾呢，可以通过他们的联系方式跟他们取得联系，也可以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6861-5868。还是那句老话，爱情靠争取，为爱不放弃，凡人游戏我们等您。他才华横溢，被誉为音乐王子。太阳出来喽，挑起扁担啷啷脆，光脆上山岗喽啷喽，歌声还亮亮，人也长得很帅。赢得众人喝彩，却因身高问题遭遇相亲难题。身高很重要，基因很重要。我觉得不是很高，的身躯都在担心我父母那关他过不到，我再回我妈的肚子再生一回，再长高一回。利用音乐优势，男嘉宾能否证明自己？我在这里将有一个非常大的举动，要向我的女朋友证明我的自信，在外面卖唱都可以卖好多钱。他的自信最终能否化解身高难题？凡人有喜之音乐才子的相亲难题，下期为您精彩呈现。2015都市频道，幸福着在一起。